见证惊喜的时刻来到了，当当当当！哇，太棒了，你全都做好了。对啊，我王启林答应的事情哪有办不到的呢？哎呀，大叔你真是太好了！大叔你真是勤劳勇敢，聪明善良。过奖过奖。这可是我这段时间最高兴的事情了。说，你要我怎么谢你？谢我？谢我的话，那就。送给你的女朋友 Marie and Marie。 哎，不过裙子的尺码有点小哦，没她那么大码的。哦，你觉得女生穿这么大的衣服算胖？谁让你喜欢呢，胖点算什么？拿去拿去。哎，这是按你的尺码买的，给你的。哇，屎壳郎，眼睛长哪里了？我怎么会是这个尺寸呢？不是吗？我看你体检表，这绝对是按照你的身高体重推算的呀。哼，反正我也不吃嗟来之食。你要搞清楚，这不是送给你的 ，OK？ 你平常穿那些破烂，太影响公司的形象了，知道吗？我们公司虽然是个电子公司，但绝对是走时尚路线的。行，你这事儿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求您赶紧换。好吧，那我就看在是 Marie and Mary 的份上换上吧。哎，等等，你这些不会打算从我公司里扣吧？它很贵了。我要看你的工作表现而定的。这是我爸爸留下的全部家当，都在这儿了。你看看吧，能去银行做抵押的就做抵押，能卖的就卖，实在不行，当掉都可以。你知道吗？要想重新掌控公司，
至少要回购2000万股，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这是我爸爸的公司，我不能丢掉公司。我不能帮你这个忙，如果我这么做了，就是等于亲手把你推下去。那又怎么样？我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我现在什么人都不是。你还是你自己。休息一会儿。我可以帮你，钱我出得起。你们那事儿上，那新闻都已经上网络了，新闻都有了。这不蛋壳吗？蛋总，发型多漂亮啊，帅极了，真不错。哎呦，雨欣，你还是长得真像玲玲，不错。我采访你一下，你说你这么多那个记者媒体啊，打长枪短炮的，咔啦咔啦咔啦的，你是怎么突出重围的呀？哎呀，你快别看我。看一下怎么了？啊，大家，我这两天新学做了一款汤，
现在应该差不多了，我去端给你们尝尝。哎，明天就是杜翔的生日了，咱们是不是应该给他搞一个生日 party？ 好，我加入。哎呀，太棒了哈！哎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不知道这是我们 team 里最高的机密？秘什么秘呀？病历上都写着呢。偷看机密文件，你死定了！我没偷看啊。什么机密啊？人家人生里就没有生日这两个字，杜山从来不过生日。啊，没有生日这两个字儿。别说了，杜山来了。哎呀，趁热喝了吧。哎，杜山，你们酒庄招不招人啊？啊，招呀！这么大一个酒庄，我跟那天两个人根本就忙不过来。你看我行吗？你。啊，我现在身无分文，都快被饿死了。哎，郭艾伦，你们咱社招不招人？哎，端茶倒水我还是可以的。蛋壳，咱们还没到那个地步呢。你是没到那个地步，我把钱都给了你。不过你也快了，你会把一切输光，等着瞧吧。蛋壳，你别这么说一心，他现在。哎呀，什么钱不钱的，没钱了又怎样？我的酒庄永远对你们敞开大门，你们想住几天就住几天，只要酒庄还在，我就养得起你们。对，这点我没意见。我们也只是借宿两天，很快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对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白色的两片，红色的四粒，还有黄色的三粒，最后还有两粒胶囊。患者的血红蛋白有缺陷，身体遭破坏的速度比正常人快，极少能够自然恢复。患者客房吧，不了，我明天早上起来公司还有个会呢。哦，那你晚上开车小心点啊。嗯，放心吧。嗯，你回去吧，早点休息。嗯，好，那你路上小心啊。拜拜。拜拜。一心，记住。就算你一无所有，还有我在你身边。嗯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嗯，拜拜。
谁让你看我病历了？我这是那个对下一代的关心。与其关心我，你还不如去关心世界和平。呀，啊？其实我挺热爱世界和平的，所以你关心我纯属浪费感情。别，那要不这样，咱们两个打一个赌。你可答应我再也不赌了的。对，没错，咱们赌最后一次嘛。不是，那个再说，咱们俩赌也不算赌，对不对？咱俩也不赌钱。那赌什么？赌命。赌命？对，如果我赢了，你欠我一条命；如果我输了，我欠你一条命。我就是要要你的命啊！啊，不对，我不是说要你的命，我其实也是要你的命。不对，我可把我搞晕了。啊，这么说吧，其实呢，我要跟你赌，赌注就是，你肯定能够活过22岁。什么好的吗？你是还怀念你跟他过的那些穷日子吗？能给我喝点吗？这是我妈的酒，这也是我爸爸的酒，这是属于他们两个的。哎，你知道他们是个怎样的故事吗？可能他们的故事就在这酒里。说说吧，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啊？平凡，普通。他们俩当时都没什么钱。何止是没钱，是穷的要死。我在这酒里尝出的就是这种味道，不过还有别的。是自由，是无所谓，是抛弃了一切羁绊。穷又怎么样呢？他们已经在一起了。怎么无所谓？最后还不是他放弃了，还不是他不要我妈，这不都一样吗？咱爸、我妈，还有你跟黄恋，都是撑不下去了。不过至少，我们都无所顾忌地去爱过。Thank you.
这是我托顾艾伦给你弟办的，他联系了自己之前的学院，可以让你弟先去念个预科，接下来学业就靠他自己。你在拿我开玩笑吗？你觉得我现在出得起这么大一笔费用吗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这里面有一张支票，咱们剩下的全部家当都在这里了。全部家当？没有我的那些了，剩下的全都是你的了。我不需要你的施舍。这不是施舍，这些对我来说无所谓。你又想回到跟黄恋在一起的日子了吧？什么叫回到？我从来就没变过。你还在等他？
蛋糕来啦！过生日，你好歹说几句话吧。就是就是就是，别上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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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刚喝高了呢。没有，没事嘛。哎，说呀，你上去。上去。哎，各位，上一次过生日。是在6年前的今天，那年我16岁。我还记得那天，奶奶给我做了一大桌子的蛋糕，我真的特别高兴。结果，我就被送到医院去了。医生告诉我，我不能再过生日了。我不能再那么高兴了，我不能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。他们给了我这个，这上面说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今天就是我过的最后一个生日。哪个混账医生说的啊？就是你别听他们瞎说啊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我现在已经不 care 了。今天呢，我真的非常想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，支持我，鼓励我。从今天起，没有人，包括我自己，可以剥夺我快乐、忧伤、幸福等等一切情绪波动的权利。蛋壳，你说的对，是。今天这个生日，我一定要痛痛快快的过完。对，痛痛快快，痛痛快快过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忘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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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怎么样了？要不要给你倒杯水？啊？叔，你怎么跑到女厕所来了？哎呦呦呦呦！你这孩子真是没人管了。来来来来，真是的，我送你，我送你上楼休息。不行，我要放烟火。放烟火？就你这样的，还把自己放了，点着了？我不管，我要放烟火。啊？我来放，你来看，行不行？啊，好吧。带我去外面。嗯，哎，哎呦，能站稳吗？就，哎呀，我背你吧。就这样，还放焰火？放什么焰火？你就老老实实待着看吧。大叔，你知道吗？从小到大都没有人像你这样背过我。你爸就从来没有背过你啊？当然没有，他那个人你还不知道，在赌桌上就那个样子。要是时光倒退20年，我绝对不会让他把那块地输给我。嗯，你良心发现啦？不，我要让他把你输给我，我来做你爸爸。来来来，生日快乐！
肃然的烟花释放了我们压抑许久的激情，好像我们正在经历着的那些对爱的激情、死亡、离别、背叛，都在烟花绽放的瞬间四散开来，又顷刻灰飞烟灭。因为爱情，我们的内心会一直燃烧，也许我们正是爱上了这种烟花般无法轻易触碰却又绚烂无比、炙热燃烧着的爱情吧。好了，谢谢。哎，约好的六点，现在都十点了，耍大牌啊！要不你们先回去吧，我在这儿等他。没事，郭总，我们还等着吧，别让明天受冷落了。放心吧，只有我呢。大家辛苦了，回去早点休息，明天按时上班。
我还是第一次来你们这儿啊。我等你等了很久了。接待我的人呢？我让他们先回去了。你们公司也真够差劲的。就这样，还想让我在你这做广告啊？你可以不做呀。好啊，损失在你啊。那我也回家了。哎，那就不谈生意了。